牛儿自己有买，它的颜色非常的漂亮，它是有点燕麦灰的感觉，所以呢有一点点灰灰性性的。第一个你不用担心它脏，第二个呢完全可以保暖。其实它有一个很小的细节，就是它是其实是有直条纹线条的，它是奶茶色的直条纹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润菊非常的广，所以呢不用担心怎样会卡袖啊，很难穿啊等等之类的。那这件的袖子它是做比较利落的哦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有些人不喜欢太短的袖子哦，它刚好是坐在手表的位置，所以它不是那种比较长的，它是比较利落的西装大衣的一个袖长的部分。那这一件呢、啊、里面有没有看到它是铺棉的，所以呢确实能够非常的保暖，还有风衣的七四零的这种感觉完全在这件外套看得见，它直接把绑带垂在下面就超级有气场的。我是比较随性的，我都直接就是关起来然后就绑了，我没有再扣扣子的，所以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。我搭的是一件熊宝贝的长袖哦。好，所以呢在里面呢没有特别特别的庸色的感觉，一样润菊很大，一样手是可以活动的。好，所以呢你可以自己按照你自己喜欢的穿搭，只要搭帽T的，搭上班族的，搭衬衫的，通通都 OK。